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上一期讲到，三十八军大军压境，包围了中央政法委大楼，缴了六百个武警的械，正要进去捉拿周永康等三个政变分子的时候，却莫名其妙的鸣金收兵，匆匆而去。三十八军为什么会草草收兵？周永康等人又是如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逃出升天的呢？ 原来，周永康听说政法委大楼被围之后，本来想做困兽之斗，要调动他管辖下的武警来解围。他打电话给武警总部的武警司令王建平，王建平告诉他，已经收到了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命令，武警必须原地待命，不许一兵一卒出营房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周永康赶紧打电话给胡锦涛等政治局的常委，想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 竟然没有一个人接他的电话，在无法可想之下，他只好试着打电话给已经退居二线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，看江泽民能不能够救他一命。这里插一段关于周永康是如何攀上江泽民，成为江派人马的事儿。 那还是在两千年初，周永康从石油系统转到国土资源部担任部长不久，有人就举报说他的国土资源部系统内啊，存在着大量违法批地、谋取巨额利益的问题，牵涉了好几个副部长一级的官员。虽然说没有直接举报到他的头上，但是一旦查下来，对他的仕途影响就不会太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。 啊，写个报告，要求呢下基层锻炼。正好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呢出现了空缺，江泽民呢就决定把他呢下放到四川去锻炼。在去四川之前，周永康去中共组织部呢向组织部长曾庆红辞行。曾庆红那是例行公事了，问他到四川之后呢会有些什么打算。哪知道周永康回答说啊，我以总书记和您曾部长的命令是从。 曾庆红还以为周永康在开玩笑呢，也半认真半玩笑的说：“总书记和我都没几年干头了，迟早要交班的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”周永康很严肃地回答说：“啊，我呢是个没有靠山的人，您啊和江总啊提携我，你们呢就是我的靠山，什么时候啊都是您的人。”曾庆红有点严肃地说：“永康同志啊。” 你是党的干部，不是我曾庆红和江总书记的干部。你这样说啊，可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啊！周永康摸摸脖子，红着脸说道：“我说的是心里话，也是真心话。”曾庆红呢，是纵横官场几十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做到了部长、省委书记，还能够像这样讲话的高官，就说道：“那好，我呢，这是假话、官话，听多了。” 你这种实在话呢，刚听上去我还有点不适应呢。这样吧，你下去好好干，锻炼几年呢，还要回来呢挑重担的。国土资源部的包袱呢，你就不要背了，轻装上阵，干出一番名堂来。你有什么困难呢、啊？你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有空呢，你回北京啊，也可以来找我。从此呢，这个周永康就正式的成了江泽民、曾庆红的人马。 每次回北京啊，他都会去曾庆红家呢拜访，还给了曾庆红的儿子啊曾伟一个石化项目，让曾伟呢是赚了好几十个亿啊。在一年之后，曾庆红又动员江泽民到四川的成都去休假，在那个锦江宾馆是一住好几天，而这个周永康呢，那也是车前马后啊，殷勤赋势，让江泽民是非常的满意。 到了2 0零一年，也就是江泽民在这个卸掉总书记一职的前夕呢，曾庆洪就把这个周永康啊调回了北京，担任了公安部的部长。不久之后呢，周永康还进了政治局，成为了这个在胡温内阁当中啊重要的这个江派干将。到了二零零七年呢，这个曾庆洪在退休之前呢，又把周永康呢是送进了政治局常委会。 担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，成为中国的政法沙皇。这就是周永康怎么样成为这个江泽民人马的这个事儿。那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回头再说呢，被这个三十八军呢围困在中央政法委大楼的周永康，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呢，只好找江泽民救命了。还好电话打通了，周永康呢就把政法委大楼被包围的情况呢告诉了江泽民，问江泽民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 已经是八十五岁多的江泽民呢，在大半年前呢，是差一点就见了马克思，虽然是死里逃生，但是呢，健康情况呢还是不是很好。中央的这些决定啊，也不是每次呢都告诉他。这次胡锦涛调兵入京呢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江泽民当然也不知道。现在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胡锦涛要抓政治局常委周永康，他这个太上皇自然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。 加上呢，周永康本来就是他的人马，于是呢，他马上就打电话呢给曾庆红商量是这个对策。他们呢想好计策之后呢，江泽民就立刻给这个胡锦涛打电话。胡锦涛当时是在这个中央军委的作战室呢，是亲自接了电话。因为情况紧急啊，这个江泽民单刀直入就说啊：“锦涛同志，听说你啊调动了三十八军两个师啊，在围攻政法委。” 我和几个常委啊都不清楚，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不通知我们呢？胡锦涛说啊，陈明同志，中央军委啊得到情报，有叛乱分子啊在政法委大楼集结，今天晚上九点三十分呢、啊，准备是袭击中南海，进行武装政变，情况危机啊，来不及通知您和其他常委的同志，我和军委的同志呢，只能是先下手为强。 剿灭叛匪啊！等到问题解决之后呢，我会向您啊和常委其他的同志呢做出解释。江泽民说：“你说的叛乱分子是指周永康同志吗？你手里有什么证据吗？”胡锦涛说：“啊，是何光业和陈浩书他们裹挟了周永康，正在准备进行政变。”江泽民说：“我这里刚接到这个周永康的电话报告。” 他坚决地否认了自己呢要进行什么所谓政变，并且说啊，如果今后呢查出像类似的证据啊，他愿意呢是承担一切的责任。景涛同志，你必须马上停止军事行动。我呢以一个党内老同志的身份，也是以呢上一届中央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呢，根据中央在我退休的时候做出的决定，正式的行使否决权。如果你质疑要继续行动， 我将采取下一步的措施。胡锦涛是没想到江泽民这么强硬，他只好说啊：“泽民同志，你的意见呢、啊、很重要，你给我五分钟，我跟这个啊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位军委副主席呢商量一下。”江泽民说：“一分钟，立即下令撤兵。”胡锦涛啊，从来就不是一个强势的人，出兵呢本来也不是他的主意。 江泽民简单的几句话呢，他已经是招架不住，只好呢命令徐才厚、郭伯雄立即呢把兵给撤了，而这次出兵呢也就只好草草收场了。但是两个主犯没有抓到，又把周永康给卷了进来。周永康可不是一个什么善类啊！齐辉跟他善罢甘休。事实上，他如果真的是铁定打心呢，要去抓陈浩书和何光业，甚至要抓周永康呢？ 派一个这个中央警卫局带一队人马啊，可能就可以搞定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调动这个大军入城。现在搞出这么个大头佛，怎么样善后呢？胡锦涛可以说就是头大如斗啊，自己成了大头佛了。但他呢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把陈浩书、何光业抓住呢才是当务之急。在撤走三十八军之后，胡锦涛命令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带领三卡车的特警啊。 闯进了这个周永康的住所，来抓这个何光业和陈浩书。他呢，向周永康呢还出示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手令，要求周永康交出这两个人来。周永康当然不会交人，因为呢，交了人就等于是承认了谋反。事实上，他早已经设法把这两个人呢给放跑了。周永康是负责政法委的书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知道要占据主动。 因此啊，他不仅是不交人，反而呢是大发雷霆，骂曹青说啊：“你们发动政变，非法解除了政法委的武装，致使人犯逃走，现在还要来找我要人。”曹青，你的老板是昏了头吧？曹青知道周永康呢也是在骂胡锦涛，就给胡锦涛呢打电话，请示的下一步怎么办。 胡锦涛很生气啊，但是周永康不交人，他也是无计可施，只好呢再想办法呢去抓捕陈浩书和何光业。另外呢，他也赶快通知在三月十九号当天离京的楚军习近平赶紧回北京。由于他在签发军委主席令调兵的时候呢，没有作为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的签名，因此呢，他要知道习近平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和意向。 在三月二十号凌晨的五点呢，习近平呢紧急的返回了北京，在北京郊外啊，他的车啊就遇到了正在待命的三十八军一一三师，他的车被拦截，师长呢赵海滨请他换了车，亲自护送他到了中南海。不用说，这都是胡锦涛的安排。胡锦涛、徐才厚、郭伯雄呢三人呢向习近平就通报了当晚发生的这个情况。习近平最后呢就表态说。 我呢是坚定地站在你的这一边。胡锦涛一听呢，那是长舒了一口气，于是呢就让徐才厚啊亲自呢把这个习近平护送回家，并且呢安排中央警卫局加强了对这个习近平住处的这个安全保卫。当天下午一点，胡锦涛呢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除了胡锦涛、温家宝等现任九常委啊全部到会以外。 上一届常委当中的江泽民啦、啊、李鹏啊、朱镕基啊等也都列席了会议。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、郭伯雄等人呢，也被安排旁听会议。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凤辉、三十八军军长许宁平、武警总部的司令员王建平也都被安排在会议厅的旁边的接待室，以便呢接受传唤作证。会议开始之后啊，江泽民先讲话，他的脸色啊，当时可是很难看。 他说啊，昨天晚上在中南海和西灯市口之间呢发生了一点误会，我呢以一个老同志、老党员的身份呢是做了一些居中调解的工作，并且呢为永康同志啊做了担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景涛同志顾全大局，撤走了影响党内团结的因素。目前呢、啊，北京已经是风平浪静，恢复了和谐。出现这件事啊，是一个教训。 大家呢都要吸取。我的身体不好，前些天呢病了一场。海外的这个敌对势力啊，还大张旗鼓给我发了丧，这让我啊很荣幸。不过人总是要死的，死并不可怕。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怕过死啊？我只是不希望呢，在我闭眼之前，再次看到我们党陷入分裂，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。这是我的心里话。 相信呢，也是党心民心所系。李鹏就直接多了，他问胡锦涛：“锦涛同志，昨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，而且很激烈，相信各位也都听到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”朱镕基呢也跟着问：“我好像听说三十八军有两个师进了北京，进来干什么？北京城又有学生闹事了。” 胡锦涛呢，就请军委副主席啊徐才厚用了一个多小时呢，介绍了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之后呢，胡锦涛接着又讲了原因。他说啊，这个军委得到了情报，有人呢在政法委大院呢、啊、策划军事政变，图谋呢占领中南海，杀害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，包括在座的大部分的同志。 由于中央政法委实际上控制着对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领导指挥权，一旦政变发生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决定呢，就调三十八军进京，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，保卫各位在座的中央领导人。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特殊措施。 当部队到位之后，江泽民同志给我打来电话，向我保证，周永康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领导人，不会呢被蛊惑参与叛乱。我根据泽民同志的意见呢，将部队撤掉。现在看来呢，这件事可能没有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永康同志或许没有决定实质参与叛乱，我们的动作啊大了一点，给各位呢造成了惊扰，给社会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 这个责任呢，我作为军委主席可以承担。朱镕基又问：“有人要在政法委发动政变，什么人呢、啊？有证据吗？”胡锦涛呢，就让会议的工作人员呢发了一份书面材料，那是对陈浩书啊、何光业的监控记录以及呢监听资料。胡锦涛呢，他接着又出示了一份重庆方面制定的政变计划，其中呢就涉及到周永康的部分呢，被用红笔勾出。 这个我们在上一期呢已经讲过了。周永康当时的脸呐、啊、一下子就变得惨白，但是他还是辩护说，这些证据啊不能证明我策划或者或参与了政变。我用党籍保证，我没有参与任何人策划的政变。曾庆红就问周永康：“哎，这个陈浩书是陈毅元帅的儿子，何光彦是革命元老何长工同志的儿子，他们都是开国元勋的后代，为什么要发动政变？” 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煽动你要搞政变的？周永康当时是矢口否认政变的事，他说：“我没说过他们来煽动我搞政变，他们也没有煽动我搞政变。他们呢，只是对胡锦涛同志有些积怨，在我这里啊，啊发了点牢骚，被人呢是添油加醋的利用了，包装成了要搞政变等等。”由于周永康拒不承认，胡锦涛呢也拿不出实质的证据。 三月十九号晚上的政变仪式呢，在中共高层当中啊，就这么给蒙混过去了。但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开过之后三天呢，由于三十八军两个师进京的事儿和政法委大楼外枪声大作，社会上开始呢传出周永康政变的传闻，胡锦涛身上的压力呢也越来越大。 虽然胡锦涛和周永康两边呢都在掩饰事件中的责任，但是江泽民和曾庆红呢却催着他们呢尽快了却这一件事儿。胡锦涛只好跟习近平商量，最后呢还是决定要召开多一次常委会呢，对这件事情啊做出最终的这个决定。在商量好之后啊，这个习近平就代表这个政治局常委呢提前向江泽民、曾庆红呢做了这个通报。习近平认为。 胡锦涛在没有征求常委大多数人意见的情况下，对政法委实行军事行动呢，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。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又没有别的替代性方案。而且陈浩书啊、何光义啊，也真有煽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举兵围困中南海的言行。周永康没有叛乱行为是值得肯定的，但是为什么陈和去找他，而不是去找别人呢？ 为何他至今都没有被逮捕、成合归案呢？这一切，周永康难道不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吗？江泽民也好，曾庆红也罢，对胡锦涛他们是可以敲打、可以施以颜色；对习近平却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啊，习近平就是他们安排的接班人。未来十年，习近平何去何从，对江、曾两个家族的生命呢，都是关系非常之大。 所以啊，习近平的态度呢，对江泽民、郑庆红都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关键的。他们最终呢，都同意了习近平的建议。胡锦涛做个检讨，周永康呢，需要交出政法委的大权，让这个孟建柱啊负责政法委的日常工作。这样呢，各方就都能够下台，胡锦涛也可以放心。正式的中央常委会三天后呢举行，会上胡锦涛说愿意承担责任。 并提出辞职以示负责，但是呢，被所有人劝止了。接着，周永康在会上呢，也为自己呢进行了辩护。周永康说：“陈浩书、何光业这两个人是我们开国元勋的子弟，他们冷不防提出兵谏之说，老实说，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只觉得他们这个说法很荒唐。但是，碍于正统的思维啊，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。” 但是这不能不说我周永康就和他们坑和遗弃、丢弃我革命了一辈子的历史，去做党和国家的罪人。我周永康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搞什么政变，这是连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的事儿，我又怎么能干得出来呢？实际上，搞政变是需要动机、条件和谋划。在事件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在我周某人身上。 难道具有一1一好搞政变的因素吗？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掌握政权，第一要靠组织，第二要靠军队，这是常事。就算我周某人带几个武警把中南海占了、啊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会听我的吗？军队会服从我指挥吗？我这不是自寻绝路吗？ 陈浩书和光业两个人在军中和地方没有丝毫的人脉资源，除了跟薄熙来有点人情关系之外，一无所有。现在薄熙来已经倒了，他俩脑袋发昏，搞什么荒唐的兵检？请问谁会听他们的？谁会拿自己的脑袋和家庭开玩笑？现在景涛同志，除了陈浩书和光业这两个人问题，也拿不出我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准备搞政变的任何证据。 至于薄熙来重庆方面的那个政变计划，更是疑点多多。薄熙来本人根本也不承认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是王立军和一些左派人物啊搞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大。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很荒唐，涉及到我的部分更是荒谬绝论。我希望中央能够认真地调查清楚，给所有涉及其中的人一个说法。接着呢，他也提出了辞职。 周永康突然提出辞职，又引起了一番讨论，都不赞成，而是呢希望维持一个一团和气的局面。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啊，温家宝突然说：“啊，我谈点不同意见。啊，这次的事件呢不是个小事儿，更不是什么误会，而是呢党内权力斗争啊尖锐复杂化的具体表现。我知道十八大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很难的，大家都希望平安着陆。” 但是我要说句话扔在这里，你们这样做是行不通的。有些事情呢是掩盖不住的。这个体制不改变，这种政治文化继续统治全党，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我说完了。温家宝站起来，夹起皮包，是愤愤的离去，扔下其他八个常委，那是面面相觑。陈浩书和何光业的下场会怎么样呢？ 周永康受此奇耻大辱，他会善罢甘休吗？中共又是如何把这个政变在历史的记忆中抹去的呢？这起政变事件中，胡锦涛和周永康是两败俱伤，习近平作为最大的受益者，他扮演的真正角色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下次再谈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